哇哇哇！我的地图竟然是马里奥在开车的耶，超级可爱的。Hello， 我是薛灵佑。3月10号马里奥日，从这天开始，你只要更新你手机的 Google Map， 你就可以让马里奥为你开车导航。不过官方目前没有说使用期限，所以趁现在可以使用的时候快点下载吧。首先第一步要更新你的软体版本，目前我这版本是 4.46.12。 如果等一下使用上的步骤你都无法执行的话，手机重新开机哦。那我们马上开始吧。打开软体以后呢，一定要点选你视窗的下方开车这个按钮，请记得一定要点选开车哦。点选完毕以后，请用你的手指点选萤幕，快速的随机设一个地方为目的地。设定完毕后，视窗会出现已放置图钉，按下右边的路线，开始的右边会出现一个问号的 icon， 带着开心的心情点下去吧。然后点选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往南。趁现在都还能使用的时候，你现在要出门旅游，快点开启你的地图，让马里奥为你开车吧，真的超级可爱的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个喜欢，也可以将影片分享出去。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